啊，先介绍甘露等云之接受，宋云五甘露与如来身等，即以五甘露等云而自加持，作为内言起后，后所依之劫受有三：三上平等云。 为五如来，中平等云为其种性子菩萨等，下平等云为五色光等，随意而生。这个三品，你五甘露等云了以后呢？五种甘露等云以后，这个甘露指的是什么？是甘露。 你身体有水的地方都是甘露。其实甘露不只是五种，不只是五种。据我以前师父所教的，你身上的水，全部都是甘露。我们人体里面有百分之七十都是水，水是一种甘露。 例如，菩提心业义就是甘露，这是最上等的菩提心业意，最好的甘露在眉心轮；最不好的甘露在生殖轮、膀胱里面所装的，那是尿。 尿是不是甘露？也是甘露，在你的骨节之间有水，这个水就让你润滑，可以这样子动。将来这里没有水了，你就动不了了，你就会痛了。这是叫做借甘露，这个是借甘露。 这是借甘露。另外心，心血是不是甘露？是甘露。白血球是不是甘露？是甘露。红血球是不是甘露？是甘露。菩提心业意是甘露。膀胱的水是不是甘露？是甘露。另外。 藏在身体各个器官的也是甘露，大类可分五种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五甘露。鼻涕是不是甘露？是甘露。泪水是不是甘露？是甘露。耳朵里面的耳水是不是甘露？是甘露。全部都是甘露。 等云的话，就是说，你身体最健康了、啊；等云呢、啊，就是最清净了。然后分成三种。当你甘露最清净的时候，就是如来，你就是佛。 上平等云为五如来，最真正你最上品、最亲近的时候，你就是如来。中平等云为菩萨，有关系的，什么叫做子菩萨？种性子菩萨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你是莲花种性。 你是宝部种性，你是金刚部种性，你是佛部种性，你是结摩部种性，这五种种性，就是种性菩萨，这阿弥陀佛的两个菩萨，就是那个观世音菩萨。 大势至菩萨、药师如来的种姓，他有两个菩萨：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。日光偏照菩萨、夜光偏照菩萨，这是药师如来的种姓。释迦牟尼佛的种姓，在华严境界里面，就文殊师利菩萨，是释迦牟尼的种。 释迦如来的种姓普贤菩萨就是释迦如来的种姓。这样子听得懂吗？叫做种姓菩萨，种姓紫菩萨。下品为五色光，下品就变成五色光。阿弥陀佛是红色的光。 药师如阿初如来是蓝色的光，阿初如来跟药师佛是同一个种姓。是蓝色的光。那阿初如来呢是黄色的光，对不对？黄色的光。另外还有。 蓝色、绿色的光是宝生如来的光，然后不空成就火的光是什么光？啊？绿色的光，绿色的光嘛，哈，它五种种性的光，就变成五色光，就下品的显现出来的是光。 上平等圆就是最清净的五甘露，就是如来；中平的就是菩萨；下平的就是五色光。你身体将来修到能够放光，放什么颜色的光，就知道你是哪一个种姓的，就是这样子。 这是甘露等云之接受，你放出来的光，是哪一部分的种性？啊，有种性的，有佛的、五如来的，另外还有放出光的。